也很高级的餐厅，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很高兴说，哦，我来过谎言，就是我们也曾经营造过这样子的气氛给大家，那种三合板啊，或者是龙凤板啊，这种我们就是开始走出来，都是每一个餐厅走设计的，走设计的路线，包括东来顺也是非常精彩的。我们东来顺开张的时候，在奥地利也是轰动，也有报道，也有我记得东来顺我们开张的时候，前三个月几乎真的是到了晚上，在跟设计师讨论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有这个想法，说，哎，怎样把中国的元素？那时候第一个想到，当然就是把中国的庭院。对设计师来讲，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这么精彩。那时候也没去过苏州，好，可是就是讲说，从读书里面、照片里面，讨论就觉得中国的那个庭院式的那种起承转合，也是一个会对外国人来讲，把中国的这个元素带进来会是很特别。所以我们在谎言设计就把这些东西把它带进去，当然是要你要有那么大的 base， 你才能把这个庭院式的建筑把它放进去。所以陈光雄是我们来到这边。我就说那时候我们的同学啊，大家比较有理想有理念的常常会在一起，那我们当然都对艺术啊建筑都特别喜欢讨论啊。那刚好就是也是要开餐厅嘛，要设计嘛，那这是支持陈光雄，现在因为在台湾大家都叫他陈老师，那就有这个种有着这个 idea 就开始，然后他就开始设计。那当然因为那时候他要设计，我们要去支持他，要帮助他，所以陈光雄一直在讲说，在维也纳所有他的作品我是他的收集者。后来爸爸维多利亚到大概做很老阿读孙的叫他聊住讲计划讲讲孙的啊，给孙女做个很哦，阿公，古时候给安多孙的老阿公，嫁给父亲，我都说他都这么多好笑。伊才说我孙女过来哦，就我阿公过来哦。我孙女我讲的合法就是我孙的我阿公。你总要去讲人哦，你一直很做有目标。七都爱把个目标跟自家个水平放好，就朝这个目标做某做某些事情。我还爱有想的哈。他跟你对，就讲你总归没懂中药，而且照理你有按旧的历史，你没懂的文化，也是不可置疑。听懂，就讲按龙眼。清朝以后的国难让我们没有稳定，你聊出广东人转来台湾，然后呢还好，就从中国移民到台湾，你变成你台湾就讲台湾的文化，实在太感人，看清楚了，就讲，你爱一只地方还有，给那个水准多了，给文化，去到老文化有感觉。我说我还看法很一样，你台湾就讲，当初人讲你台湾是海岛国家的文化，佮清洁吸收又清洁得体，佮汉模，香港那一个文化做的，真的细水长流，保存得到好。然后就讲，因为那有暗有的政治的背景，就中国到台湾。然后有台湾又有台湾的文化，只有你来讲，你没做得行出你这个文化财产，然后当然就讲他该去做安样的工作。不过，我知道，那边那个按当年因为政治的问题啊，都台湾变得到敏感。我知道。安阳的东西影响安尼动态，
就变成安尼经济也冇成长，安尼人民的水准也冇成长。故说，爸爸转去台湾，伊感慨，也很感慨啊，就讲，怎么也安变那样？俩台湾，年轻人的问题，再来看来，安尼教育的问题啦，吼。所以有唐都讲，你安尼客家一多，年轻人当故当故乡，我相信你客家，你知道有安样的精神啊。唐都当听，我当想去支援，就讲安尼，苗栗有个后生会，啊，唐都我就当想去支持，当想去参与，哎呀，当想他进去跟大家，好好沟通啊。唐都当后最重要，就讲。有的时候你想想，你也得回到以前的教育面吧。不过你按多年来，教改，感觉就把那个教改教育变相，因为要你当直接上面，做你再去看到个年轻人跟底下，你透过那社会教育的感觉，有落差。有落差，所以讲，俩后生人导演讲，就讲他人讲草莓族啊，佮目前呢透过他传统，我抖音，礼节啊，礼貌啊，好，敬老尊贤啊，我晓得你客家人安样的事情，亲做的多啦，亲做的多，我俩还有人就讲出来看，他去台北念书，读书。看人家想到透过，人家就想哈参加伊的邻里联络啊，当真正的当亲戚。你哈边的哈无安样的，故说哈帮个亲爱转去，爱带小人不管亲爱转去，大概转去台湾，爱七多周末爱做转去小人，啊亲爱去挪威看门，看到美人个做个老人们，老人讲法。我就想讲，好吧，看到年轻人想到伊讲法，年轻人无人差唔哎，可是哎，我感觉好重要，好，就讲，哎，感觉就讲，伊讲，我记得台湾的生意人，看到他人的，没可以看人他人的，没可以让伊讲法，两下再去，反而看到年轻人，就当陌生哎。哎，我感觉，我相信迄教育个问题。我希望，当多事情来讲，有人做就有带动。古时候他都有后生会，我希望了后生会，真正去，走得到正面，能，安尼客家人的，基本的给很多的礼节啊，很多理念啊。全部在你后生会做的成型，他成熟的讲，他成熟的个只规划，佮一定中一定最后一定佮成功，其都有跟文化有关系。好，故说佮文化产业，佮根深蒂固，然后佮做带动，还能引人民的水准。像俩按童年，他敢做地有足，佮还进步。给食材做研究历史，安尼中国来讲，安尼咪系，这里讲安尼咪，我喺奥地利嘅客家非洲哦，来到了边有35年啊，来本来系学音乐嘅，然后变咧做旅行，旅游事业啊，希望有机会再去台湾，老旅行去一做旅游的个理念，都大概多多做的沟通哦。尤其我大概有听到讲苗栗，对也做个旅游事业，苗栗县呢个旅游事业也都开发的不错，当然有机会啦，有时间，还本来退休还多时间的。就得再去相信，老客家人共同来研究，
房海老海独了有足按多年经营的旅游事业的经验，他敢做得做得，再沟通哦。